牛骨髓来喽。看，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它都是油呀，宝贝们，不是所谓的鸡蛋糕啊。推一个出来，能看到吗？它是有连着的这个筋膜在上面的。妈，这口真香。都是包筋膜的。太香了，给我吓得都不敢吃骨髓了。吃我，成天整个老破假骨髓，整的一出看就烦，装的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口挖不出来，能看清吗？鸡蛋糕没有这样的，宝贝们。麻辣牛骨髓这么大一个，也是上头神器。哎呀妈，上头啊。不好啃。这个也好大，看，爸爸，今天你好香，给我吃口呗，给我留一点呗，妈妈，给我留一点呗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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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有，来大的，有，来，有。
你要不煮点冻点的奶醋？我先吃，我的上后边来。就吃，过来吧。我就给你吃一小口，我看你啥，我看你啥来。来来来，来蘸这个，来蘸这个，蘸那个。不好吃，我快吐了。你过来上这儿来。来来来，蘸了，快来。过来过来，别跑别跑，过来。咋的了？不好吃吗？不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嗯。还要不了？要。再给你一口，来呀。不行。再给我金兔。多香啊！哎呀，真香！上头神器，听说这个吃一个就得上头，看能不能给它吸出来。嗯，哇，全是油，吸一个这个。能不能给它倒出来？哇，给它吸出来了！再来一个。全都是油啊！再换一个，还是用勺吧。哇，上头了。全是油，看，全都是大肥油。这也吃了。你们可千万别买，这东西可便宜了，但是不好吃。牛骨髓，
牛骨髓。今天是老妈给做的牛骨髓，说要掉出来，先把它给解决。哎，你别说，看着这样看，隔着屏幕看，是有点像鸡蛋糕哈。先放着啊，一会儿再剪。这纯油老吸引了，一会儿给你吃，闭嘴。一会儿的啊，给你留啊，还是烤的比这个好吃，这个有点腻人。